孝全今天担任修旅车代言人，好一段时间没有活动的他，前阵子忙着扮黑人跟舒淇拍古装剧啊。我本身已经蛮黑了，但是还是不够黑，好像有几场戏我是笑到就是导演已经快发疯了，因为拍不下去，然后我笑完就换舒淇笑，然后舒淇笑完换谁笑，就是大家一直轮流笑场。张孝全电影笑着拍这场活动也是笑着赚，除了代言费500万之外，还成为新型号汽车的第一位车主，安家费有了，车子也有了，看看人夫蓝正龙、周渝民也都代言汽车，张孝全是不是也该加紧脚步啊？就那是我自己私人的事情，对，所以我比较不想讲这个。对，有一天如果有好消息，又跟大家报告。我觉得就自然吧，我觉得这个如果有好消息，我相信大家很自然会知道，但我不会特别去讲说，哎，嗨，我结婚了，我不会这样子。代言车子进到下一个阶段的感觉。下一个阶段什么阶段？又在装傻？这我不知道。